这里是台南鹿耳门圣母殿。由于这一间庙是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们就一层一层简略的让大家来看一下。目前所在的位置呢，是位在后殿三楼的天宫殿、凌霄宝殿。玉皇大帝、武文昌帝君、玉皇上帝、三官大帝、南北斗星君、众神明。